高多少呢？高三高到八的。好，那我们试试。不够难过，想见我爱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让我们阿杰跟苏苏秀一下丑人助理你来见，有嘞有嘞。来，我们找小雪。小雪来为我们警察处经理。一个继续下。三个激情和三个多秒，你已经对不起各位，你已经回不去了，你的服务已经享受了，所以来，本人就交代好，你出几万就打呢？好了，好了，紧张，几千嘛，几千嘛，阿内阿内，我下面来，我下面来，再见嘛。警察处经理，你回去会不会退算？其实，我刚刚有想到一个人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她真的很厉害。谁？可是我爸讲了，被他骂，被他骂。对，大家一定要知道谁。哦，我们处经理之下有一位神，神，3101之神是谁？大家讲出他的名字。女神，第一个就是陈，陈什么？塞进来！我也要叶薇姐，塞我！回来！回来！不会啦，你看那个里面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呢，真的很棒啊。哦，好，那请大家拭目以待，等一下我们我在这里下服装。好，你先去。我觉得我这个领口如果低一点，可以拿更多。真的吗？你那个不要。还是这样。很可怕，那应该是危险。不要。我先不要，其实哦，好。听说好像还有奖可以摸。有吗？有，我也好想摸。对，你可以摸我啊，很嫩。拜托，摸你干嘛？你等一下，这边要摸光光，这样人家摸最大奖啊，摸你干嘛啊？啊，我好摸。算了，算了啦。从长节目到了最后面是越精彩，当然奖项也很意外。接下来我们要抽出今年年度的第一奖哦，那我们掌声欢迎有请警冲出击，你上来帮我们抽出三金年度大奖。最大奖的举手！最大奖来了，举手喽！大家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
安尼四张，张，张和佳，张和佳，欢迎张和佳你，恭喜，来，恭喜你张和佳你，来，我们有请我们警冲处经理有请。一个得二奖，一个三一有了，阿三一当然也要上去，阿三一位，那我们就欢迎小林经理来帮我们颁发，不是颁发，是抽出第一大奖，好，恭喜。来，我们先弄帮巧玲姐试一下。啊，温天哥啊！刚刚我去上厕所，我看你去。